你们中间，还要垃圾是不是？毕竟我们都是 CP， 对不对？那你觉得我是什么呢？我是你的 CP， 阿美拉。九德 CP 情人节要来撒糖啦！说到他们爱情故事的起源，一切都要从狼人杀开始说起。因为我能上这个通告，就是因为他一上了就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。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那个裕达去 MTV 唱的时候，我们唱《天衣几遍》，突然之间我们在唱副歌的时候，什么他肩一过来，我整个人我有看到那一张照片，对，哇，我整个人就哇。好帅，好美！我是那个时候觉得日久生情越来越浓烈。好啦，废话不多说，大家墨镜请戴好，《狼人杀》情人节特别篇之九则 CP 放闪回顾。是金水，送你一朵玫瑰花。你是金水，不是茶沙，送你一朵玫瑰花。你是金水，不是茶沙。送你一个七龙珠，我是袁家，今天就送他一个礼物好不好？有礼物，好好好，戒指，哇啊哇哇哇，送给你，因为呢正巧我是猎人啊，哈哈，猎人，猎人的真正万物皆不要吃你们一样，人家穿我的身份。是我的那个 CP， 我还是得送你一个礼物，送你一个狼人戒指。如果他真的一号玩家是狼的话，他只能可能是狼美人。但我现在不怕，因为我觉得他放我金水，我对他有好感。好真哦！我最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，然后可能通告跑太多，然后现在那个好人狼人都找不出了，我。我需要治好，把我治好，可以吗？陈治好，然后杀偶像。我觉得我最近有一个不好习惯，因为太喜欢喝酒，有点变成酒鬼了。真的，我不知道，一直戒不掉，喝到一点无法自拔。然后你们知道我喝什么样子的酒吗？什么酒？零酒。首先我要抱怨摄影师，摄影师说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不能靠你太近。好，为什么不能呢？我就这样讲话不行吗？他不会弹琴，对。我只会弹练琴。要顾虑一下他的感受。我想说你会不会是牛啊？我不是。为什么？手放开。我们就全票把八号投掉就好了，对，把小三再投掉，跟风筝就修成正果了，好不好？过，陈宝宝，陈宝宝，你觉得？你觉得谁是那个狼美人呢？陈宝宝，他叫邱雨辰。邱为什么？邱雨辰，真的耶！我自己都不小心被浪漫到。角色创造出喜欢的狼人。啊，我觉得疯子好像要减肥了。我要感谢我一直以来支持在我背后的疯子，谢谢他，谢谢他让我有今天的成就。然后，就是，这霸气亲吻真的很可以，一下就开放粉丝不负责任敲碗，希望九则 CP 可以长长久久喽。陈小九，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，但我其实这个内心里面的感动一直想要跟你说，然后现在就真的跟你告白了。陈小九，我爱你，希望你也爱我，我们可以在一起长长久久，好吗？爱你，好不好？八大采访组整理报道。